今儿那客人点那个铁锅炖鱼，那得来条大鱼，大头胖头鱼那种，有吗？有，但是这里鱼特别贵。多少钱啊？250斤玉米。这多少钱？250斤。媳妇拿过来。多少钱？250斤。不过250斤玉米啊？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可以，你这孩子是不是傻？我正谈价呢，你这个谈把结果拿回来。在哪里？那边。你是不是傻？我正还价呢，你。我不可以，我不可以。大华，你能摸出250斤吗？我要说我不可以还是可以？你现在说可以吧。我可以啊。那你摸吧。啊